好，下面就进一步描述这个圣伯纳德犬。他说：“These friendly dogs, which were first brought from Asia, were used as watchdogs even in Roman times。”他说这些非常友善的狗，它们呢一开始呢是从亚洲引进的这种品种呢。那么这个早在当年的罗马时代的时候呢，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当作看门狗来使用了。这个 friendly dogs。Friendly 是个形容词，叫友好的、友善的。我们知道名词后面加 ly 一般构成形容词，像 friend 是个名词，朋友，加 ly 以后构成形容词，朋友般的、友好的 friendly。妈妈叫 mother，母亲，母亲般的 motherly 是形容词，兄弟般的 brotherly，慈父般的叫 fatherly，等等等等。像这个吝啬的，我们以前看过吝啬胆，这个守财奴叫 miser，miser。那么吝啬的叫 miserly，miser 加 ly 都可以。这个词是形容词，在阅读中出现的时候呢，有常见的两个意思。第一个表示友好的，还可以表示无害的，尤其用在一些复合形容词里面。你比如说像 environment friendly 表示环保的，什么意思？对环境无害的。environment friendly products 环保产品就是这个东西对环境没有危害。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短语，慢慢来。Environment friendly， 注意是形容词啊。再来一遍 ，environment friendly， 这是环保的，不是友好的，而是无害的。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对臭氧层无害的。这个 ozone 表示臭氧，臭氧层 ozone layer 就好了的。我们读一下对臭氧层无害的 ozone friendly，ozone friendly。就是什么那个冰箱无氟制冷，没有氟利昂，它对臭氧层没有害处。这也是它常见的一个用法，可以同时记住。他说这些友善的狗怎么样 ？Which were first brought from Asia？ 一开始是从亚洲引进的这样一个品种。其实在这里就是从什么什么带来了，一开始从亚洲被带过来了，对吧 ？Bring something from 哒哒哒，从某个地方带来什么什么东西，这是可以的啊。本文中也可以专门用"引进"这个词。引进某个物种、植物、动物，或者引进某个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或者新的设备等等等等，都可以用"介绍"这个词。我们就用这个词在大声里面 ，introduce， 从某个地方引进某个什么新的观念的新的产品，甚至动植物的物种都可以用它。本文中呢带进去也可以替换，这是可以的。你看本文中可以把它换成 "which were introduced from Asia"， 一开始从亚洲被引进的品种。那既然是引进，肯定是第一次了，就不一定非得用什么第一次啊，这个 first 这个词就用不着说了，这个副词可以省略了啊。这个我们再看几个例子，看一个考试阅读真题中出现的例子 ：The gray squirrel was introduced into Britain from North America。他说这个灰松鼠 squirrel 叫松鼠，咱们的第九课会出现啊。灰松鼠呢是从北美洲引进到英国的这么一个品种。你看，引进某个动物、植物的品种可以用它，对吧？后面介词不变，还是用 from。咱们再看这个"引进"这个词，在新概念四册也会出现啊。你看，在第四册的第十七课里边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ttlement of Australia, enterprising settlers unwisely introduced the European rabbit。这个 settlement 在这表示殖民地、殖民这个过程啊。在这个澳大利亚殖民的这个早期，就一开始很多欧洲人搬到了澳洲去住。那殖民的这个早期怎么样呢？雄心勃勃的、充满了创业精神的这些殖民者们，非常不明智的引进了欧洲的兔子，结果在澳洲泛滥成灾了。对，引进这种动物用 introduce 这个词 ，enterprising 表示这个有进取心的、有创业精神的、雄心勃勃的这些这个当时的殖民者，不明智的引进了这个品种。Introduce 在本文中也可以替换。好，本文中说这个狗啊，一开始从亚洲带来的。据说这个圣伯纳德这个犬还有点藏獒的血统呢，巨型犬嘛。一开始最早从亚洲引进这个产品，这样一个动物应该说啊，那么甚至在罗马时代就已经被当作是看门狗来使用了，被当作是哎呀，这是老朋友了。Be used as 被当作什么什么东西来用？我们当时说过嘛，被当作一个。这个祭祀用的做礼拜的场所，在第三课讲过，它可以换成 act as、serve as 或者 function as， 这三个是要用主动结构，但后面介词都加 s。注意这个 function 在这儿是动词啊，是动词。本文中当然可以换成 acted
或者 served 或者 function 后面都加上 as watchdogs even in Roman times， 这是复习，咱就不多说了啊。是在罗马时代就被当作看门狗来使用。在罗马时代，又是第三课知识复习。这个书真是跟第三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罗马时代谁还记得大致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大致应该是 the 5th century BC，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那个女神的头不是在罗马时代被发现并完整保存下来吗？哎，公元前五世纪就被当作看门狗使用了。这个背景知识咱们通过前面课文就可以获取。好，下句话说 ：Now that the tunnel has been built through the mountains, but the path is less dangerous. But each year, the dogs are still sent out into the snow whenever a traveler is in difficulty. 这是第一段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句子，也是第一段中一个重点句。咱们好好分析一下这句话中的语法成分。在句首 now that 开始一直到逗号结束，这引出了一个从句。这个从句呢，哎，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可以翻成因为。但是这个 now that 它本身也强调是现在的事，所以它后面一定是用现在时，不是一般现在，一般就是现在完成了，总之跟现在相关。哎，因为一条穿越大山的隧道已经建成了，那么现在这个大山口呢已经不那么危险了，就很少有人这个徒步去穿越了，对，有隧道可以通过。但是这个连词 but 引出第二个并列的句子来，这个 but 跟 and 类似，都可以当并列连词，表示转折。第二个句子并它的主句还是白颜色的成分， each year 但每年怎么样呢？这些狗依然被放出去，放到冰天雪地里面去，去干嘛呢？哎，无论何时游客有难的时候，狗狗都被派出去去救他们。这个 whenever 在句末画横线的这个斜体字，明显是一个哎让步状语从句。无论什么时候，游客有难的时候，这些狗都被放出去救他们，叫救生犬。前面中间是 but 引出两个并列句，白颜色的都是并列句的主句。第一个并列句的前面有个一个原因状语从句，第二个并列的主句句末有一个让步状语从句。无论什么时候，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最前面这个。这个原因状语从句，这个因为啊什么什么什么，大家注意这个连词 now that。这个 now that 呢是一个 conjunction， 是个连词。我们写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连词 that 去掉，尤其是句子不太长，而且在口语中的时候，一般可以把连词 that 去掉。它的特征是同时表示时间和原因，两个都有。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第一课 Human at Large。里面讲这个引导原因状语从句的连词时说过 now that 既表示时间又表示原因，它可以翻译成因为，有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现在怎么怎么样，因为它既强调因为又强调现在，所以 now that 这个从句中一定用的是现在时，指现在的事，不是一般现在就是现在完成。它不能表示，你看这句话就不能用它，比如因为他去年搬到了上海，可能他还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去年搬到上海，用 now that 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搬到上海是以前的事，不能是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Now that you're a big boy, you must behave better。这个句子用的恰如其分。这个 that 可以去掉。我说，因为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必须表现的好一些，对吧？或者这么翻译：现在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必须表现的好一些。同时可以翻译因为。又可以翻成现在，后面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本文中用的是现在完成时，都可以。这是本文中这么一个 now that 这个特殊的这个连词要注意，在使用时不要用错，尤其是时态。这个后面还有现在 now that a tunnel 一个人工开凿好的隧道，这个 tunnel 是人工开凿的一个大山洞，一个隧道，甚至是一个地道，一个涵洞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用的隧道或地道，我们再读一下这词。Tunnel 是人工挖通的一个大山洞，一个大地道，对吧？你看著名的 The Channel Tunnel 海峡隧道，咱们刚才在例句中见过的，人工开凿的隧道用它，那人工挖掘的一条河，咱们叫运河。你看跟它类似，我们大声再读一下，不要读错哦，大声来一遍 Canal 不要读成 Canal， 这容易读错，再来一遍 Canal。这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你比如说著名的 The Panama Canal， 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就用它 The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可以用它。本文中呢是人工开凿这种隧道 Tunnel 可以同时记。这个
这个隧道现在已经被修好了，被建成了，这是现在的事儿，已经建成了。那什么隧道呢 ？Through the mountain， 穿过大山的这个隧道已经被建成了。那么转折 ，but 转折 ，but each， 但是每年怎么样呢 ？The dogs are still sent out， 这狗窝还是被派出去干嘛 ？Into the snow， 派到这个冰天雪地里面去。在什么时候，无论何时，这个游客有困难，陷入困境 ，be in difficulty， 对吧？那么狗狗都去救他。Whenever， 哎，这是老朋友了。我们至少在第一课、第三课讲了两次了，这个但是今天我们在复习同时还有新知识，所以咱们第一步呢，先温故，然后再知新啊。第一步先温故，疑问词加 ever， 它的含义，我们说一般来说有两个，有两个。第一个表示到底怎么怎么样，它引导一个疑问句，加强疑问句的这个语气，叫到底是谁，到底在哪里呀，到底是哪一个，等等等等。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二课中见过的句子。叫 Whatever are you doing up here, Bill? Asked Vicar in surprise. 这个牧师非常惊讶地问：“说这你到底在这干嘛呢？你到底在这做什么事呢？”这个 Whatever 在这是在第二课中讲过，这是引导疑问句，加强疑问的语气。但本文中显然不是这用法。本文中呢，它并不是个疑问句，所以不可能翻译成到底。第二个意思呢，是本文中的翻译成无论怎么样。表示无论，这个时候引导让步状语从句。本文中这个 whenever， 当然是让步状语从句。这个时候它类似于 no matter 再加疑问词，这个时候两个可以替换，因为 no matter 加疑问词也可以引导让步状语从句，含义基本是类似的。咱们再回顾一下在第一课中见过的成分，第一课中见过的句子，在第一课中有这么一句话 ：Wherever it went, it left behind the trail of dead deer and small animals like rabbits。无论它跑到哪里，它在身后都留下了一连串。像死鹿啊，还有像兔子这样的小动物，这无论在哪里可以换成 no matter where it went， 是可以的啊。那么本文中这个 whenever a traveler is in difficulty， 当然也可以换成no matter when a traveler is in difficulty， 无论何时游客有难的时候，哎，这个句型也可以做这个替换。这个咱们看一遍就行了，这个在前面的第一课、第二课中分别都讲过啊。但是我们不能光温故，温故而知新是孔夫子教我们的方法啊。下面我们知新，知识就像滚雪球一样，带着旧的核心再往前滚，再滚新知识啊。疑问词加 ever， 它表示无论的时候呢，还可以引导名词性从句。这个时候就不等于 no matter 加疑问词了，为什么呢？因为 no matter 加疑问词这个结构只能用于让步状语从句。如果这两个都是让步状语从句，可以替换，但是疑问词加 ever 这个更多了一手，它可以用在名词性从句。大家还记得什么是名词性从句吗？老师在第一课讲过，名词性从句一般来说包含四小类，就是咱们第一课讲过的同位语从句，是对吧？还有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语从句，这四种都属于名词性的从句，因为这四种从句就是主语、宾语、表语和同位语都相当于一个名词，名词可以充当主语，可以充当宾语、表语、同位语，对，所以发挥名词功能，咱们通称名词性从句。但是 no matter 加疑问词是不能充当名词性从句的，这个时候替换时就要谨慎了，很容易错。我们看一个例子，看看这句话 ：Whoever wants to sign up for the course is welcome。这句话是正确的。大家分析一下 ，whoever 引导的是什么从句？我们看到后面那个 is welcome， 可以看到细表结构了。前面是主系表结构，说明 whoever 引导的是个主语从句，主语从句属于名词性从句的一种。这个 whoever 用法是正确的，因为疑问词加 ever 表示无论，可以引导名词性从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直接把它换成 no matter who， 这句话就错了。No matter who wants to sign up for the course is welcome。当然 ，sign up for 叫报名参加的意思 ，the course 就课程，无论谁想报名参加这门课程都是受欢迎的。但你注意第二个句子为什么错了呢？因为 no matter 加疑问词只能引导让步状语从句。你到了这个 course 这儿截止，它只是一个让步状语从句。主句是残缺的，主句里面只有 it's welcome 就没有主语了，所以第二句话怎么改一下就对了呢？我们给主句里面加上主语就好了吧。那么不特定指的某一个人，咱们可用 he 来代替。你看这句话也是正确的。No matter who wants to sign up for the course, he is welcome。好了，前面是让步状语从句，后面是主句，这就正确了。所以第一句话跟第三句话都是正确的，但中间这句话就错了。当然在第三句话也可以把 no matter who 换成 whoever 也行， whoever wants to sign up for the course he is welcome 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 whoever 这个句子既可以充当主语从句，
也可以当让步状语从句，大家就明白了，对吧？但是中间这句话绝对是错的，很容易写错啊。下面我们自己改一下，我们看能不能一步到位，咱们自己改一个句子。请看这句话 ：Whatever project he works on is always successful. Work on 叫致力于去完成去做 ，project 是项目，无论他做什么样的项目，都会成功。这个句子是正确的。Whatever 引导的是主语从句，依然是主语从句的，还是主系表结构。我问大家，如果把 whatever 换成 no matter what 该怎么办？我们一起说 ，No matter what project he works on。很多同学可能能说成 he is always successful。对不起，错了。为什么呢？我问你，是谁成功？是他成功还是项目成功？项目成功。注意主谓一致，不要弄错哦。No matter what project he works on, it is always successful。不能用 he is always successful， 因为是项目成功，不是他成功了。英语中写作使人精确，写作使人精确，不要忘记那。所以呢，英语的语法、词法、句法和逻辑比中文要严格许多，大家写作时要特别谨慎、特别留神才可以。好，这个重要的知识点，我们跟老师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第一段最后一句，他说 ：“Despite a new tunnel, there are still a few people who rashly attempt to cross the path on foot。”他说：“尽管呢，有了这个新的这个隧道，但依然呢，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依然鲁莽的。”试图徒步穿越这个大山口，他们追求这个刺激，追求这个挑战。这个里边语法呢不是特别困难，里边有个表达咱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设法去做某事，努力的去做某事，想方设法去完成。有个搭配叫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叫努力或者设法去做某事。这个表达呢在英语中特别特别丰富，在三册四册里边也出现了大量的一些替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try to do，这个搭配跟它类似，对吧？努力去做或者设法去做，也可以把这个 attempt 换成名词，换成 make a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也行，也可以表示努力的想方设法呢去做某事，可以。或者我们把它换成 make an effort to do， make an attempt， make an effort to do 也可以表示努力去做，设法去做，这个也可以。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文言的书面语，用 seek to do， 用 seek to do， 我们在后面加括号 FMLE 点，依然表示正规书面语 formal written language。就是设法去完成，努力去做某事，这个都可以。本文中呢，一般来说替换就去啊，问题都不大，问题不大啊。咱们看几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看第38课里边，第38课174页的第7行到第8行，174页的第7到第8行，有这么一句话 ：That a historian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the distant past is always faced with difficult task。在这里面用了 attempt to do， 只不过呢比本文中用的更难一些。在这儿出现了一个后置定语，它修饰前面的名词 historian， 但是试图去恢复遥远历史原貌的这个历史学家，他们总是会面临一个艰巨的困难。后面这个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the distant past 是一个现在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修饰这个 historian， 主动的吗？他就是这个历史学家尝试去做，努力去做 attempting to do， 用的是对的。Reconstruct， 咱们第三课讲过，可以表示使某个东西恢复原貌，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咱们当时讲用碎片拼起这个雕像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再看一个例子。I made an attempt to apologize, but Brian wouldn't even talk to me。我呢试图呢向他来道歉，但是布莱恩这个人呢，他根本的就不愿意跟我说话，他不理我。你看，试图去做某事，设法想做某事 ，make an attempt to do。跟动词 attempt 加 to do 从用法是类似的，从含义也基本一样啊，也是设法去做，努力想去做某事。那么我们再看看第20课中第90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第90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Over a year passed before the first attempt was made， 只不过在这课中呢，他用了一个被动，但还是来自 make an attempt 这个搭配。过了一年多之后，才有人出来尝试。这个我们说了 ，before 这个词，如果强调主句时间很长的话，可以翻译成才。咱们第二课讲过的，过了一年多才有人出来尝试，就是第一次尝试才有人被做，这个意思。好了，这还是来自于努力设法想去完成某事。那么我们再看一课书，在第38课里边，第174页的第21行到第22行，174页第21行到第22行，有这么一句话，他说。It seems that man was making a real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seasons 20,000 years earlier
than has been supposed. 就看似啊，人类怎么样呢？人类呢，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早2万年左右就开始努力啊，真正的努力想理解有关季节的更替的变化了。这出现的是 make an effort to do， 只不过呢，它加了个修饰语 make a real effort to do， 就确实在努力在去做这个事情。make an effort to do， 这是个变形啊。好，这也是表示努力设法去做，这个搭配可以同时记啊。我们再看第四册的第22课，第四册24课啊，第四册的第24课，论美这个书出现了文言的 seek to do。看这个句子片段，这句子太长了啊。If in a word beauty means something, yet we must not seek to interpret meaning. 如果一言以蔽之，美有所谓的意义的话，然而我们绝不应该试图去解释这个含义。试图去做某事，努力去做某事 ，seek to do， 它比较文言一些，也是表示设法努力的去完成某个事儿，去达到某个任务。Interpret 本来就口译，派生也叫解释，解释美的含义，我们不应该试图这样去做。好了，第八课的第一段，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了。第一段里边有一些重要的语法点，特别是这个疑问词加 1v1 旧知的复习，还有新知的讲解啊。这个第一段里边呢，重点我们就看在这儿。但第八课的第二段里边，重点知识更多，更加密集，出现了更加精彩的表达。我们在第一段讲完之后，一会儿来继续看更精彩的第二段。好，第一段跟老师先暂时学到这儿。